泡温泉。小姐姐不要尝试了，非常沉。王一宝，王一宝，你怎么？男女主角的名字，你叫宋温暖。哦，是个机构啊。真的吸住嘞，好神奇啊！疼不疼？现在说话都有点后鼻音了。今天晚上陪我去打麻将，你这六桶啊！我跟你说，服了，你又长在了王一博的笑点上。